过去休息日，佮朝前坐坐，佮到五几年都去亚洲的地方。佮到啥带灯香料，佮到麦片呢？佮到好佮米，佮到啥看到炸灯石龙门的石鼓都晒开来诶。佮到啥都入去石龙都，但系佮到啥看到亚洲的文献冇黑诶。佮到五几年寒气灯上五分花嘅时节。天天风有两十年做按两公的三夫起单圈几道沙。几道五几年都不讲几道沙开下去没到几道沙头拿都到哪下。但是几两十年对几道沙讲。做买你前三个人初四年那边几摩托利沙的几翻上去来的。你到沙埃及的喊错咖喱里埃边几就对你到沙讲。上帝派来的人，本定未定高下本有出的人，其也未定到当去十四家，但那第三日其要翻上去来。所以这到五几年，让记得耶稣讲的话，这到五几年出去玛利亚玛达莱娜、约翰娜、玛利亚出去雅各布的阿妹。过诶，还有其他只五几年，甲几条啥穷下诶？过后几条啥都转去你个十一只耶稣诶学生，甲公本家穷下人哋个隆重事情，但系几条啥都唔相信，知道按唔入脑，烦恼黑样，彼得都放起来，佢夹夹就等去耶稣诶天边。去到霍格比，彼得望入去个石龙洞，但系佢也冇看到耶稣的纹身，想看到包夹纹身的拍布的字。过后彼得都转去，初夹心肝都几多惊闷。上来时发生咩事情？